大家好，我是金夢嚴遠線，今天講建築研究第 19.2 吳州好關舊址的冷觀擁式藝術特點和新舊功能的對比。上一期我們主要講這個擁式和分布，今期就講新舊功能的對比，同埋亦都係講一啲上期冇講到嘅呢個鐵藝欄杆嘅特點。實際上呢一個新舊功能嘅對比，我以前我係出過視頻嘅，只不過咧就冇講到。咁今次就簡單講講啦。咁呢一個復原版嘅呢個波柄咧，就望到咧油畫上面咧，又瓶身咧有好多呢一種嘅裂紋。實際上呢一種裂紋咧，係由於呢一個灰塵附上去造成嘅。如果我哋擦一擦呢一個灰塵咧，就見得咧佢呢個裂紋咧就唔係咁明顯嘅。咁原裝嘅原版嘅保瓶咧，佢實際上咧佢都係有裂紋，佢都係有裂紋嘅。只不過咧就佢冇係因為呢一個灰塵嘅附著咧，令到佢呢一個裂紋更加明顯。呢、這個就係兩者嘅區別啦。咁呢張圖咧就新舊對比啦，呢一張係舊嘅，呢樣新嘅係嘛？呢、這、一個裂紋就好明顯，舊嘅咧佢都有，只不過咧就唔係咁明顯，或者講咧就。佢冇話因為呢一個灰塵嘅附著而變明顯，跟住就係到鐵欄杆。鐵欄杆嘅咁就上一期我哋冇講到太多嘅呢一個細節，咁今期咧因為要講到新舊功能對比咧，所以咧就我放喺呢度講。我哋睇到佢原裝嘅呢個欄杆，佢係兩條交叉嗰度啊，有粒釘固定，嗰度有粒釘。固定一釘係嘛？固定嘅，所以咧佢係兩條鐵，係咁掹一條鐵，然之後咧咁掹有一條鐵，兩條鐵之間咧有交叉用釘固定，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兩條交叉嗰度佢係有凹陷互相咬合，咩意思咧？即係對於個條嚟講，佢係咁掹嘅，凹落去出嚟，咁對於個條嚟講咧係咁掹。然之後咧，凹咁樣，所以咧佢兩條凹之間係互相咬合。圖片可能唔係好睇清楚，反正咧實際上佢就咁樣嘅，互相咬合之後咧，再用個凹釘嚟做固定。再注意到嗰度，佢呢一個呢兩條交叉同嗰只框架。嘅交合處、連接處，佢係貼合嘅，咩意思咧？即係嗰隻位置，睇過試直過，睇過兩條交叉同框架之間嘅呢個貼合處，佢點乜咧？嗰度係吻合嘅意思就係咩咧？即係相當於嗰條鐵佢係咁掹嘅，嗱咁掹嘅，咁掹咁掹係嘛？咁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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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度係好吻合嘅。佢呢一個焊接嘅材料痕跡咧，好自然，佢冇掟壓，又唔係好明顯嘅呢一個，反正佢就係自然噶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我哋再睇呢個復原版，咁啊右對面咧就有差距啦。你睇到嘅咩？佢係中間啊，佢個度啊，佢冇有釘，而且咧佢係三條鐵，點樣三條法咧？咁樣係一條，然之後咧，咁樣又係一條，咁樣又係一條，所以佢要解決呢度嘅焊接問題，所以咧。嗰度佢就要焊啦，嗱，一焊完咧，佢呢一個焊接嘅呢一種焊接嘅呢一種材料咧痕跡咧就明顯噶啦。佢咪似原版咁樣，原裝嘅佢係用釘固定嘅，咁你焊完咧就呢一度佢就會明顯有呢一種痕跡。另外啊，就係加兩條交叉同呢個框架柱，佢咪貼合嘅，佢好。好明顯嘅嗱，嗰度睇到啦，嗱嗰度位置就嗰度位置，嗰啲位置係嘛？嗱，因為佢嗰條鐵係咁樣嘅，佢係咁掹嘅，個條係鐵，咁佢自然嘅佢嗰度咧，佢會留空，一留空嘅話咧，佢就會為咗更加嘅呢一個固定，所以咧佢呢一種焊接材料咧就更加明顯啦，係嘛？更加明顯啦，佢咪似原版佢係咁掹嘅嗱，咁掹嘅原理貼合嘅，佢咪係話咁樣嗰度咁樣過嚟嘅，所以咧。嗰只就區別啦，就係新舊嘅區別啦。所以總結下就係首先中間啲嗰粒叉，中間嗰粒叉嗰邊咧新嘅咧係咪有釘？舊嘅有釘，因為舊嘅有釘，所以佢係兩條；新嘅咧佢就係三條，三條鐵。同時咧嗰啲
連接地方呢就沒有那麼吻合，沒有那麼好看。同時呢復原版呢條天呢粗一點的，原版呢就小一點。那他張圖呢就是同一張圖能夠同時反映一下，那邊是舊，那邊是原版的，那邊是新的，兩者之間的區別就這樣了。同時再說一下那隻弧形鐵條，那裡有一些意思。弧形鐵條那裡呢就是頂部有兩粒釘固定，這樣呢就同時呢卷這個弧度呢，弧度比較優美。新的呢它沒有那裡兩粒釘固定的，新的它是直接焊住的，你那裡沒有釘的，直接焊住的，那種東西就是新的這個新的這個材料了。同時我們發現它那塊弧度啊，即是沒有那邊那麼漂亮的，我們請問就那塊弧啊沒有那邊彎那麼好看的，是嗱，嗰張我哋睇睇，我哋硬係發現嗰只新嘅嗰邊，新嘅嗰邊舊嘅，舊嘅嗰啲係彎得好好睇嘅，係嘛？彎得好好睇嘅，新嗰段咧硬係見得佢冇好睇嘅，骨度骨折，骨折冇好睇。同時咧，嗰段咧骨折咧比較直，嗰邊咩咁直嘅？我哋睇另一張圖比較好睇，嗰張又比更加明顯，有更加明顯嘅對比。首先就呢一度，硬係發現新嗰度。成條直的，成條直的，它不像那邊那樣，那邊呢，舊那邊呢，它雖然有直，但是呢，它似乎直的長度，它沒有那麼長，它 大多數是那個度直的，然後呢，整體來說都是這樣弧出來，然後到那邊就彎下去，它整體來說呢，它直度沒有那麼明顯，同時呢，那個度位置，就那度，那度，硬是見得什麼呢？硬是見得它那度彎得不好看，那邊彎得好看一點的，就見到它的度還要向前彎一點再入回來呢就好看一點。總之新的弧度就不優美，同時呢那段弧度太直，跟舊那邊呢有非常明顯的這個反差，所以這個就是一百年的工藝對比了，令人感慨。感覺那就個度呢，我就沒有什麼好講的，主要就是展示讓大家欣賞一下一些這個鐵藝的造型和這個連接方式，這一種有釘突出來的這種連接方式和這種造型，那度我沒有什麼好講的。那就今期講完了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